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、哦，咱七点半准时。秘书长有约了哈，啊，伊叫我甲代理一下哈。那么，好，等我讲到美国的贺电这个意义了哈。啊，现在我请教大家，早美困有好无？好笑。我来要几百摆啊！我大概来几铺拢困无好呢。啊，恁困的那困的好，啊，恁恭喜，困无好吼。你江苏人吼，唔是吼。哦，啊，那困有好诶，安尼可能你讲了较大声。啊，我想着讲，我伫朋友做建筑师吼，因一届去三拿溪，啊，每一年拢有去佚佗啦吼。啊，迄届因就知影讲。啊，规个会干的吼，捡几间，啊，恁要干，就恁即间去干落啊，莫吵别人。结果吼、哦，开始困，有拄困吼，啊，尾啊一个爬起，到尾啊剩迄个冠军在咧困尔。吼、哦，伊讲话，迄个冠军咧真了大声，大家拢输伊。哎，好，咱来继续讲的，讲无了吼，好，啊，这个跳过吼，好来，咱来看。美国的一挂军事基地的对比啦，哈，好来，菲律宾有美国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，哦，啊，佮有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。那么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，有普天间基地，哈。佮来古巴有一个关达拉摩湾这个基地。咱台湾有一个青山港。空军基地，啊！你注意甲看，这四个所在拢过去，因为战争，那毋是割让，和美国吼啊，无得放弃哈。古巴甲台湾拢是因为条约放弃的哈。啊，这拢是美国伫这个，因为美西战争啦，还是美国跟日本诶太平洋战争所造成的。一挂割让的，还是放弃的所在，美军拢伫顶管有起一挂军事基地。如果若毋是美军有这个军事占领法，有这个权利，伊袂使在别人的国家顶管起这个军事基地，因为军事基地拢是一挂武器的设施啊，吼。所以为遮咱来看，台湾真正原来是许美军的占领。要有法理依据，你才会当伫当地讲起军事基地。啊，无你美国那唔去北韩，还是去伊朗，你甲起基地去看卖吼、哦。好，那么咱依照国际战争法来规定哈、哦，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哈、哦。咱比如讲冇讲嘛哈、哦。那如果讲哪会当占领，就变你的领土，那么真。全世界头一半以上的所在，可能拢是美国的领土啊！哈，啊，咱来以伊拉克做一个例哈。伊拉克伫九一一事件了哈，美国开始以美联军伫2003年3月19日发动攻击哈，去拍伊拉克啊，无几个月哈，都伫刚迄年5月70日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的攻击，进入三一占领区，就是拢个。伊拉克的军队打败啊，哈！伊拉克的部队拢溃散啊，啊！伊进入善意的占领区，美军入去占领了，爱成立啊！美国因这个英美联军所成立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，有许美那个联合国承认，也当多呀。依照这个，像咱台湾嘛是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成立台湾治理当局。咧管啦，啊！伊家伊拉克有成立英美联军啊，一个临时管理当局，有这个权力来管伊拉克，啊、哦，好。但是到2009年4月30日，英国军将其撤军，啊、哦，这就因为英国伊毛真侪反战的团体，要用安那已经占领啊，哈、哦，你应该把部队撤退回来，哈、哦。但是你要撤退回来，就要讲，把这个伊拉克要成立因的伊拉克平民政府，把政权交回给伊拉克的人民所组成的
因为伊拉克民政府，啊，所以到2011年12月15日，哇，美军嘛将其撤军，干那剩200几个人在做伊拉克啊民政府的军事顾问，啊，你甲想，为了要去拍伊拉克，美国伫账面上有看有着少的3000几亿的美金开遐侪钱，3000几亿就甲要1万亿的台票啊！哈、哦。那么在安的情况下，竟然袂当因为占领，甲主权移转好，变作美国的伊拉克州，袂使呢？美军甲英军拢爱撤军，爱甲政权掀好当地伊拉克民政府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情形下，唔是讲你的武器外用外好，去甲人拍败。你就一定改，就做占做占为己有，变成你的国土一部分，袂使。哦，这国际战争法规定，哈、哦。啊，佮另外一个规定就讲，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。哦，比如讲，虽然咱台湾迄个流亡的中华民国占领，但你占领68年啊，嘛袂使，即块土地准归做中华民国的，嘛袂使。啊，这个国际战争法拢有规定，吼、哦，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。就等于讲，一个伊只是迄个派来代理管台湾，哦，你若敢讲台湾，甲当作讲一栋大楼，你只是方派来遮做管理员，你管一栋大楼，你袂使讲一栋大楼，好，你管68年，哇，一栋大楼拢变你的，哦，无这个理由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。真重要的两件就是，军事占领袂使哦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。就敢那讲历史上个代志，法国去予德军规个占领，德迄个法国个迄个戴高乐将军，甲因一部分个军共教人员，带去英国个伦敦，吼、哦，或者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。啊，你袂使讲法国。伊这流亡政府去到伦敦，伦敦拢变作法国的领土，啊嘛袂使，哦，变作你若讲会使安尼就乱去啊，哈、哦。那么美军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占领台湾已经68年，因为咱必须定10月24日，哈、哦，2006年10月24日过美国了，美国的法各点法院所有的判决，哈、哦，这。解读对台湾的军事占领的日子应该无妨啦。就连伊美军入来了，稳定一段时间了，规个甲政权、治理权，予咱台湾人自治，予咱会当台湾人管家己啊。啊，这是咱台湾民政府所努力拍平的目标啊。啊，咱自治一段时间了，咱卡过来依照琉球返还的模式，要求咱的日本的母国。哦，因为参众议院来通过一个领土分离条款，予咱台湾人看是要阁来依照迄个领土分离条款这个法院来办公道，看是要阁留在大日本国内底，哦，变邦联还是联邦，还是咱要家己造成家己一个台湾国，还是要做一个中立国？啊，这以后。就要有这个法院，予咱公道，吼、哦，咱才有权利来选择讲，咱要到底是要中立，还是要联邦邦联？那么所有的权利嘛，拢伫日本天皇的手里。那要决定返还，日本是美国总统的权利。啊，那么咱台湾到底要何去何从？哦，最终地位是日本天皇咧决定。伊若要肯予咱，予因伫即个日本的参众议院来成来迄个立一个法，叫做领土分离条款，吼安尼了，咱甲依即个条款来公道，吼、哦、这是日本天皇的权利啊。啊，会还有继位人选呢、啊，哦，伊个，嘿，伊个一直世袭一直传一直传，嘿，像较早明治天皇一直来代政昭和，一直到即卖吼。哦有啦，好，啊，咱来他们都讲，
美国军政府所核发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哈，伊的法源是啥哈？咱即马台湾政府这个身份证哈，你注意看，伊这有一个分类，有 class T W。那你也能摕到 T W 这个身份，就表示讲你是正正刚刚的本土台湾人，就恁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，日本时代就住伫遮哈，所生传落来。好，敢那爱摕到这个身份的人，以后才有资格伫台湾民政府内底做公告人员。哦，咱无做兵，所以无军哦，哈，敢那公告人员。那么，因1949年还是搁较早流亡来台湾，遐中国人。因的分类都叫做 C 一 ，C 就是 Chinese， 一就是 exiled， 就流亡的中国难民。好，因有这难民证的身份，那么因无资格参加咱的选举。搁有 TW 这个行为人，靠资格参选。好，这个参选就包括讲你去做候选人，还是你去参加投票。啊！那 C 一摕到中国难民证的，因无资格，堪咱带台湾来选举，还是参选，还是比选哈？但是有一点足重要，就讲那安尼，就台湾人堪中国人就分开啊，以后就无男女对抗啊。咱进目前就是后中国人拿军呢，啊，大部分呢，好一部分呢，台湾人是日军呢，啊，即卖拢咧男女对抗，迄边。哪个讲要终极统一？吼啊，那个就讲要独立建国，这两个拢唔对了。台湾唔是无国，咱是潜在，咱是大日本国哈。今要个日本天皇土地，你要甲这块土地提一对哈。啊，所以啊，怎讲啊？爱讲中国，吼，我较早发咯，那我平平安安拢爱，那讲了大陆都爱发100块呢。啊，法家主人你都别讲啊，都主人呐讲别讲句话，拢会打刹车观音，把中国搬出来。哎，啊，迄、那个所在是足危险的所在啊！我已经十几年唔捌去啊，哈。啊？一般拢 OK 啦，哎，你赶快买一张照过啊！啊，你都买一爱台胞证去个申请啊，哎。迄等于签证的意思，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所以咱啊有这个美国要叫咱发这身份证，就是要甲台湾人甲外国人分得清楚嘛。好，因此流亡来台湾的难民，你会去难民，一般你若走去别个国家，叫人甲你保护，你拢爱作谦卑啊。但是因1949年迄批来的难民是有武装的啊。好，你看。伊拉克、中东遐，你只要看战争，还是非洲人战争，啊，产生很多难民逃到别的国家，啊，拢联合国出兵去边境遐，去难民营，拢用搭帐篷的天道。走来台湾遮难民唔是呢，爱起厝好大，较早起乌遐厝、尖厝的哦。了，30年后，讲迄厝伤旧、伤细间啊。政府吼，咱迄个李登辉阁编8000亿，吼，阁改重建，所有建筑拢改建有无？换起大楼，给因住有无？迄你看，伊迄敢是难民？迄高级难民呢？吼，过来。那么伊合法的法源是啥？吼，咱有只来看，我放大吼。可本卡合法依据哈，第一依据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。旧金山和平条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甲二三条，美国台湾关系法，哈，过来，美中三个公报，好的，建交公报，哈，八一七公报、上海公报这三个公报，搁一个一个中国政策，美国的宪法，哈，啊，甲美国军政府关台派，咱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通过发布的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。我这里我无解迄个，咱个在公民权利法案吼，所发布出来吼，是有一本迄个紫色的啦，吼，哎，因为可能弄发乱啦，即个可能无发到恁吼。好，啊，你个想，为遮吼，
这咱张大概我老大概讲过。那么加五这里三个公报，加一个中国政策，这里一个中国政策，咱公民的台湾人哦，竟然你捍卫中华民国安怎讲？你一个中国政策，美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？伊讲一个依照一个中国政策，台湾人受气呢？阮中华民国呢？伊希望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台湾或者中华民国两个中国，这两个中国伫全世界是讲不通，因为联合国194个会员国，差不多大国。拢总包括差不多170几个国家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。即马即个中华民国，即个蒋介石团的即个系统的，因是用钱去共买小国家，吼。所以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，全世界拢嘛承认一个中国政策，都敢那带伫台湾的，咱的本土台湾人戆戆去用假假讲。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所以爱捍卫中华民国，因为中华民国是我讲台湾的最大公约数啊，这是足大的错误。台湾人用假假讲讲，所以就是前呐2008年到2012年，刘鹏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，前呐占85%的台湾人会选出不到15%的中国人，前呐大家。就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的教育算成功，加咱一半，比如2300万，你甲讲啊300万是中国人，剩的2000万是咱台湾人，结果这2000万内底有一半，差不多1000万，迄个教育甲变作承认伊是中国人，伊无承认讲伊是本土平埔族还是高山族的台湾人，所以投票咱的投输人，等于1000万挖过300万，因变1300万。咱煞存1000万，当然咱会算数啊！哦，这就是因教育成功，甲咱本土台湾人加加讲，咱是中国人呀！哈、哦，所以咱爱支持这个一中政策。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，咱无共国，咱唔是中华民国，哈、哦！免去看面咧钱，迄个中国嘅代表权，唔免哈。好，过来。比咧佛摩萨，啊，其实佛摩萨伫因葡萄牙语本身就是美丽的岛屿的意思啊，哈。啊，这个你看有水无？啊，你有爱台湾无？有哦，好，遮水大家嘛爱。哎，那左边那水哈，大家嘛爱。但是水人无水命，有无？有这句话嘛哈？就是作水，人见人爱。路过看到，都拢想要来占领这块土地。哦，西班牙来占，葡萄牙啊，那个荷兰也来占过，哈、哦。啊，郑成功也占过。啊，这个大清，哦，啊，日本政府，哈、哦，啊，佮今麦流亡的中华民国，你甲看。我若卖讲哦，你可能唔知啦，哈、哦。我今麦来讲，就是讲，这水的。台湾岛经历遮济吼，拢咧做人的基地，安那？你看荷兰人来是甲咱台湾吼安平，伊来到安平，甲安平遐当作伊个贸易的基地，吼来遮出落皮，叫咱来关注原住民吼，伊拍落啊。迄阵的落啊口吼，比人口较济呢，落啊伫。边洋安尼水路啊，满世界咧走，啊，甲梅花鹿是比人比较济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荷兰迄个所在冷嘛，啊，因有专家来遮咧要做贸易，就是讲希望摕台湾遮鹿啊皮，会当做皮衫、皮件、皮鞋，吼、哦，做滴物件，古早拢爱靠皮做较用嘛，所以会当卖去其他的国家赚大钱，啊，会当在台湾种甘蔗，啊，迄阵蔗糖。哦，差不多输黄金尔啦，是足高奢侈嘿，足高级的货品，啊，一定赚足侪钱。所以因也伫安平啊，教咱台湾人安怎种甘蔗，煞做一个伊个贸易赚钱的基地。啊，换郑成功来，甲荷兰赶走，
咱必须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，哦，啊，那么换台清来，台清来来占212年，伊是甲台湾当作因遐官员贪污捞钱的基地的对吧？因来台湾讲，迄阵因惊因大家大上久会结合台湾这反抗的分子，所以因拢会当派来遮做三年官，得啊换任。啊，因来拢三年官，两年伊就满，是落地啊，地价满满满，黄金珠宝哈，拢满满满哈。那么换日本，因为甲午战争摕到台湾，伊在台湾经营差不多40年，发现台湾真正是宝岛，一定生产迄个粮食是三缩。因日本本土那较北边北海道一年是一缩呢，啊那较中南部遮是二缩，来到咱台湾咱是三收，两年的水稻。寒天是杂粮、大豆还是玉米、番薯哈，啊，所以这样囤积足的粮食，会将供应日本军要对外扩张做南进基地，讲伊若要打南洋，伊爱甲台湾当作一个后勤补给站，哦，因为你若要战争，有一句话讲：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你得爱粮草拢爱准备好有够。准备要运去你要作战迄个所在，哦，你的前进基地遐一定爱先准备粮草，安尼部队咧调动咧前进，后壁唔靠粮食通好食。你若三工无饭通好食，你讲外口战，我唔相信啦，吼、哦。无除非就爱讲像咱的高沙族，哦，这真正厉害。日本人会足配合咱的高沙的义勇军哈，即、啊、替日本天皇战死这人，就是讲因真正第。足紧张诶，对天皇足紧张。啊，因敢若日本正较早诶第一批诶，即个丛林特战队，就是咱诶高沙义勇军。因呐，因本来就住伫台湾诶山林，拢因拢扎一支反刀出门，都有法度伫，拢毋免扎啥物物件，都有法度住丛林，吼、哦、活几啊年。啊，所以日本军去到南洋遐战争，有时啊。后勤补给袂有，无物件通食，是咱原住民刻意本地伫山林的地穴，伊知影啥物植物的心会当食，啥物植物的根茎会当食，会当挖来供应，或者日本的军人食，所以救足着日本军人。吼、啊，所以到菲律宾，咱战后差不多要30年，确可伫菲律宾的丛林内底有发现咱台东迄边的。嘛，白兰族的，一个叫做李光辉，向发言。啊，这个那会晓讲日语，啊，未晓讲其他语言，尾下甲查讲，伊是日本兵，哦，赶紧甲接断啊！你较知影讲，伊敢若靠一支反刀，有法度带丛林活要30年，哦，你看有厉害无？好、哦，叫做断来哦，无超过10年都，哦，食好做功课。连咪都高血压，也是中央都带来啊！伫丛林安尼，拢食有机的哦，30年没有问题。好，好啊，所以台湾煞变作日本南进的南进太平洋哦，迄、那个岛国的前进基地，那么一个做人的基地。哇！日主战败，战后吼，日本战败，哇！美国委托蒋介石派部队来接管台湾。1949年说国共内战，国民党输，招来家，蒋介石就嘛甲台湾合作于反攻复国，要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，啊，咱弄的做人的基地，你注意看，这里有怪怪无？这那平平，这是九鹏湾的飞弹基地，好不好？恒春那个当兵为这个。微波弹里边啦，哈、哦，这个咱这个飞弹的这个研发的发射试射的基地了，即将，哈、哦，啊，咱拢永远咧做人的基地，唔是干那咱爱台湾的呢？中国那边的胡锦涛
江泽民，还是习近平，伊嘛足爱台湾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干那话爱台湾，咱也无讲好啊，把这個法律弄清楚，咱会像迄另外10,000,000台湾人同款，希望教育变去认同中国，讲啊台湾都是以后要向我中国的吼，那、哦、依据因马英九上爱讲开罗宣言。其实开罗宣言是一个新闻公报呢，是一个政治意向的宣告书呢，并无实际法律的强制力。但是你若讲以因后壁的较君主的讲话，就是讲我只要有这个意思，啊，我有讲出来，我就照讲照做。因后壁吼信耶稣的这个宗教吼，拢对诚实和加承诺。足重视，因讲到做到，唔是像中国系统诶，讲一套做一套，哦，言行不一，哦，啊，所以伫安尼情况下，咱台湾人卖学中国去款卖诶，由于中国诶儒家思想是足卖诶，哈、哦，因咧讲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有无？因中国人来，从东来遮就做王，因拢做君就做皇帝。啊！咱拢做臣民，咱拢咧打拼、趁钱，跟那咧饲，哈、哦！啊，父父子子，啊，因就拢做老爸，啊，咱拢做爷囝，咱就去做去趁趁来饲，好、哦，因就是为着要统治咱，所以因拢用儒家思想，佮教咱讲哦，咱来爱有君礼，君臣之礼，臣有臣的样子，好、哦，啊，做君就是讲啊，你爱有臣的样子啊，我讲的恁来做啊。你要效忠啊！啊，对，君要忠要哈，爱、哦、臣，爱诚心诚意来搞这个皇帝养起啊！爱搞我这個老爸爱友好啊！哦，因拢咧冲这套，啊，咱台湾许好安尼哦，我来戆戆做纳税金来饲，好、哦，所以我定咧讲，高起低来了，咱拢变养猪大户，咱拢咧饲低。咱逐年拢咧缴税金咧钱，牵狗去公园咧行棋的，拢中国人对无？咱台湾人咧嘴骨会遐好命，吼、哦、早期遐老兵退了，哦嘛是拢专因咧牵狗去公园行棋，啊，即句话怪怪吼，牵狗去公园是狗咧行棋，牵狗去公园行棋，哦怪怪吼，啊讲到狗啊，佫像。马英九去拢是地吼，爱煮人的，然后煮料理好食，啊，都换炖一只鸡，我还有鸡脚，马英九爱食鸡脚，两个鸡脚来食，啊，一只讲，佮剩一讲，啊，另外一只互你煮人哩，互你食，煮人讲无啦，阮吼，迄鸡脚拢咧互狗，留咧互狗食。好你好，你听会了，听会了。好，那么今仔时间的关系吼，啊，我就暂时讲到这。好，啊，咱做伙继续拍拼吼。今仔真忝，大家吼较辛苦者。好，多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各位学员下课休困10分钟。